好，嗯，好，好，好。那么 Finex 和 Next，你们都看了是吧？对。然后我们也说了要搞点事情，Finex 已经趴掉了， Next 呢留下来了，干什么事呢？就不是他说那个摄像头弹出的次数是50000次吗？我就特别好奇，那50000次之后它到底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就网上有很多人拆解那个机器嘛，但是有没有人点了50000次？对，到底所以就要模拟真实的环境中，拆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真的按了50000次之后，它还能弹出来了吗？就像我们在正片里面说的一样，编导就准备用他的手不停的点，那是不可能的。50000次，其实点个一天差不多。我先说一下哈 ，Find X 和这个 Next， 其实我们拍节目这个摄像头，你看到我们用了很多次，但其实我们最多加起来100次。但它是50000次，所以其实它应该做一个小的程序，就像那个快门次数一样。所以富士后来就把快门速度给取消了，不让大家看了，因为他开电源或者说关电源，他也会计算一次。大家不要看了，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反正他能用就行。所以我们就来搞个50000次看看。其实算了一下，大概就是27个小时嘛。好，那怎么实现呢？他已经推了我一个这个东西，我感觉还有点意思。抢红包、点赞、刷点击率的这个是。说起来这个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对，我就一直想把我的视频啊多点点赞，然后呢，我就觉得那这个东西是吧，自己手去搞也不好，就关注了一下，朋友们又。不多给我们点赞是吧？我跟你说，要多给我们点赞，不点赞我们的视频就沉得快。啊，有了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那个视频点击率就不用担心了，每一期都可以上100万，对对对对，知道吗？对对对，那估计平台会惩罚你吧。哇、哦，看起来这么专业，像搞科研的一样。按键分为6次一个循环，前3次是挨着屏幕时间，后3次是间隔的时间。这是不是那种？我要引爆，我要引爆。这个其实真有点意思，它这个只有一个接口的，它还有很多个接口的，它有5-6个接口的那种抢红包专用的。哦，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听起有点抢红包，抢红包是不是这样的？最快最快了，你试一下最快速度可以，就是0.01秒试一下是什么情况？停留时间长了是不是在屏幕上？哦，你还懂啊？抢红包，抢红包！哦，这样，这是反应吗？哎，太快了！太快了！哎，可以了，这就可以了。你看，这就方便多了。意思说这个耍一个晚上它就废了，是不是吗？这个前置摄像头理论上讲应该是对。好，可以看到这样就可以了，是不是？这个手速就比拿回去快了，所以呢我们就准备一天半差不多能不能废掉。对，所以我们用一个监控摄像头，监控摄像头让它一直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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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它什么时候废掉的。废掉了之后的话能不能修，人家会不会给你修？如果可以修一下还是可以的。现在是8月9日的早晨10:51，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搞事情了。打开这个点读机的话，按照这个弹出速度，按照我们的计算，它应该是在明天的，也就是8月10号的下午，可能就会被我们点废。然后我们会通过这个摄像头进行记录。8月10号的11:13，今天早晨开了之后就没断过，感觉就快要报废了。这个摄像头到晚期的时候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看这边边都已经磨出这种残渣了。8月10号的11:58。在刚刚过去1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吧，他已经收不回去了，所以我们下午再看一下会不会彻底废了或者彻底不动了。现在8月10号的下午2:37，这个摄像头是彻底已经废了，上面写了一个摄像头无法收起。哎，这没废掉啊，这什么情况？
但是明显其实这个状态已经算是废掉了。对了，已经收不回去了。点读机拉开，摄像头无法收起。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摄像头能不能打开收起，它可以伸出来，但是还是勉强可以收得回来，还是心疼 Nex 一秒。好，昨天我们已经把 Nex 前置摄像头玩的差不多了，今天去修的时候发现这个摄像头又恢复正常了，大家看，和正常的摄像头根本没什么区别，除了有个轻微的摇摆和声音上的区别以外，功能上完全没有任何损失。所以今天去售后那边会不会受理这样的问题，好，我们先去看一下吧。好，手机已经修回来了。它的检修工作单上说的是摄像头马达组件损坏，因此到最后他给我换了一个马达，现在前置摄像头的音效已经正常了，就和刚开始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修的这个过程其实只花了半个小时不到，所以我觉得 vivo 的售后还是非常不错的，处理的应急能力啊、速度啊这些非常的快，而且服务也比较周到，前台的小姐姐啊、后面的维修人员呢都给你细心的讲解啊。而至于手机的这个前置摄像头，其实我们在这差不多20多个小时的时间里断了很多次，但基本上完成了它应该做的事，因为在平时的使用中其实是没有人会注意这么快的速度不断的弹出摄像头的，所以我们这种实验呢就并不具备参考的价值。而实验室的5万次的话，在我看来理论上应该是可以达到的。你看它处于一种开始已经被我们玩坏了嘛，然后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它还可以像这样弹出来，我觉得这个摄像头其实质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这次 vivo 前置摄像头的测试嘛，我觉得对这部手机还是挺满意的。如果你没有像我们这样一直弹不断弹出摄像头的话，至少像我这样不喜欢自拍的人应该是没问题。至于那些喜欢自拍的人来说的话，问题也不太大。就这样，那么这期这个手机同样也是23.38元，870766777已经开始了维修机哦，想好了再发。对，虽然现在没有任何什么问题了。好，本期 BBT 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观看。说有什么？水杯、三通充电线、雨伞、三通线、盘子、筷子，还有一把雨伞、鼠标垫，哈哈哈，还有……啊，好，因为他们家送了好东西。所以你就买了这么多，你能不能成熟一点？错，我是为了吃的，吃才是重点。好不好吃，吃了才知道。来，朋友们一起来吃，有的吃，有的用。还支持了节目，真诚。我就问还有谁？ Testway 新寻宝870766777，支持自己的节目，支持自己的嘴。 Testway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